小白，你给我点这么多吃的，我三天都吃不完呀！不，这是一餐的量，里面呢有午饭，有餐后甜点，还有水果。你这么辛苦，所以我犒劳你一下。嗯，小白，谢谢你。哎，对了，那个助攻小天才，是九七吧？ 啊，什么？你别装了，我姐都已经告诉我了，长期在云圈上连载助攻日记，不是九七，还能有谁啊？我真不知道。你好吧，我发个东西给你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先好好吃饭吧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记得把东西都吃完啊。 跟着助攻小天才，保你脱单不是梦。我一会儿就过去教训一下九七。看到了吧，我可是翻完了九七的连载，原来你三年前就开始各种想招了。可我当时还以为你是个人畜无害的小朋友呢，真是套路比谁都深呀。 不多用一点套路，怎么追得到苹果狗女神呢？刚刚是谁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？真的听这么多。 喂，伍佰，世界杯之前，我想召集 SP 和 KK 集训一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，两支强队一起集训，对双方都有很大的提升。这么说，我们俩的观点还挺一致的，就这么定了，下午见。 哎呀，你看我最近这个评论数啊，嗖嗖的往上涨。那，哎，不，这，干嘛？我暴露了。你什么暴露了？这怎么办？朋友 W 认证，反着执行你的助攻就对了。凉拌吧你。 不会吧，他不可能玩这个吧？不应该啊，他那么忙，应该不会。队长，通知大家做好准备，下午 SP 过来一起集训。 SP？ 林队，我们不是要备战世界杯吗？为什么来 KNK 啊？ 还叫我领队呢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领队。脑袋吩咐了，世界杯之前所有的训练都要在 KK 进行。可我们不是对手吗？这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同时有两支战队闯进世界杯这种等级的赛事。然而这个时候，确保中国可以拿下一个冠军。 不是比个人的胜负更加重要吗？所以呢，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一起在这里训练，去迎接将来可能会遇到的强敌，去分析他们的优劣势，然后，那我们要在决赛中碰见呢，那冠军肯定是 KK 的。这些代码可以通过陀螺仪来自动修正行驶技术。
通过不同的对手，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操控风格，指哪打哪。这么厉害啊！这样操作就更精确了。是的，我把更新到我的代码里面。哎，你们战队平时用的护甲是汉达600吗？不是，我们用的是 TC21 钛合金，航天级别材料，只有我们战队才有。而且呢，我们还用 NSOS 做了应力分析，在这样的厚度、这样的薄度，它会有这么好的防御效果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比赛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随机应变，根据不同的对手跟场地做出相应的策略。是的，还要及时判断出对方下一步的打法。记住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把握住主动权，千万不要被对手带着跑。第一道阳光穿过夜的阻挡，将我最最挚爱的梦想交出形状。无论荣耀战绩，心有了方向。第一道阳光在夜空怒放。就这样，SP 和 KK 开始毫不藏私的共同备战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全力冲刺世界杯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我们这次要一起去为国争光。曾经我们老队员们因为没能站上那个舞台，成为了牺牲最大的一方。如今我们带着自己的战队又回来了，这次我们中国战队一定要拿下世界冠军，加油加油。走吧放心吧，你的遗憾我帮你弥补。已经办理好入住了，来，谢谢领队。OK， 哟，行，行，走吧。拿好行李啊。你好，办的时候帮我小心点啊，去吧。喂，你们到芝加哥了吧？嗯。那个，下午去一趟总部。什么事儿？南威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。嗯。怎么了？